之前不是让他们查那个爆料造谣的人吗？今天告诉我有消息了。查到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接我电话，我就直接过来找你了。唇色可以再红一点，然后这个头发像这样扎起来，你喜欢？眼线再拉长一点，现在还不够。这还不够啊！谈判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气势，输人不输阵的气势，坚定的眼神很重要。